起好，再来一次。丫头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的狗窝。正经点，我是来坑你的。咱俩能各在里面放十块，然后你再花20块买回去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样我们就一人多10块了。算账来了呀，丫头，你说的不算，他花的都是我的钱。那好吧。哎，季小姐，你桌上这么多金蛋，是有什么新游戏吗？这个呀，是砸金蛋游戏。敲碎哪一个，里面的礼物都带走，而且还有大惊喜哦！大惊喜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5个金蛋里面2个大奖，他应该中不了。那你就试试吧。那我来了，整整。哦，海杰，你看是100块呢。我就说嘛，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什么？100块？今天运气好，再来一个。是一个游戏机呢，幸亏这个板砖不值钱，送你也无妨啊。那我就拿回去见庄奖吧。接着我要乘胜追击。金小姐，你看，这回竟然是200呢。什么？200？我这100年